我再唱一首歌，然后等一下就看一下 VCR，然后牡丹国小的同学们就会上台。那，对，然后我很尊敬他们，我觉得我这一趟学到的东西是如何很直接的表达你看到对方的好，这个很难哦，其实。但是我这一趟收到很多，然后我觉得那个直接是非常，那是一个很辽阔的东西。然后我现在在自己有的时候我也会努力想要尝试看看，有的时候会很笨拙，要讲出口的时候，然后就 K 到这样，就是会台湾国语之类的，很紧张，对，但是他们不会紧张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。那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就不用讲了，比如说唱歌，就是还好。还可以创作这样，非常令人羡慕的声音。好，下一首歌叫《千千万万》。好，来了。星球停止运转，每秒30公里，愚蠢的话撞了上来，谁听见了吗？在10000光年之外，爱乖乖点点头，一颗真心放弃期待，几千骄傲的灰烬，灵魂碎成一块一块。谁听见了吗？在10000光年之外，爱。可是这里没有空气，只有高质量的秘密，它们安静地爆炸了。于是千千万万句说不出口的。30公里，愚蠢的话撞了上来，谁听见了吗？在10000光年之外，爱。乖乖点点头，有一颗真心放弃期待，几千骄傲的灰烬，灵魂碎成一块一块，谁听见了吗？谁听见了吗？千千万万句说不出口的话，在黑夜里放光明。哦，千千万万滴没人看见的泪，奔流成一片银河系。哦，千千万万颗孤独的小星星，在等待一个奇迹。
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谢谢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段 VCR， 是就是上次去牡丹沟小的时候拍摄的一些影像。然后我自己每看一次都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，咦，这样，要哭要哭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请同学们上台，耶、yeah。